疫情严峻，三级警戒，县长汪正良呼吁在外家乡人暂时卖回来。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金如立即响应，也开始包起1000粒的肉粽送给双北同乡。只要私讯端午连假不返家的证明，将会低温栽培送到上有家乡味的肉粽。在疫情期间杜绝病毒扩散，团结靠你我，共同抗疫，共同团送人情味。退车票，请你吃肉粽。疫情严峻，三级警戒，嘉义县长汪正良呼吁在外家乡人暂时卖返家。嘉义县农会总干事黄金如立即响应，也着手包起1000粒的肉粽，要送予双北市的同乡。黄金如表示，团结抗疫，爱靠你甲我。那所以很多人都很担心说，那这个端午连假的这一个车潮啦，回乡的人潮会成为防疫的这个破口，所以其实很多人其实都在呼吁说，是不是端午连假大家留在原地不要移动。但是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个思乡的游子啊，那以前阵子已经看到大家在呼吁，但是还是这个新闻出来发现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个票，包含双铁的票呢，都还是卖得很好，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很紧张，就觉得应该是不是可以做一点事情，也是提醒大家，然后也是用鼓励来取代一些指责。所以呢，我就发起说，如果你买票，然后你还没有去退票，那你愿意在我这个活动起来之后呢，你去退票，然后并且把你退票的证明，私讯给我看。肉粽是正港的嘉义家乡味，由黄金如的母亲亲自擦了肉粽。黄金如表示，只要私讯端午连假无返家的证明，将会用低温栽培送出最有家乡味的肉粽。对，像他是搭高铁的，所以他就完成了这个他的订票取消，然后所以高铁就会给他一个他退费的费用。嗯，比如说扣除手续费之后，哦，他就退了2790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高铁的部分。嗯，然后有些人是直接用这个那个便利商店的部分来做退票。嗨，大家好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外打拼的大龄人，正逢疫情严峻时间，为了大龄乡亲的健康，端午节千万不要返家探亲哦。黄金如呼吁，在疫情期间杜绝病毒扩散，团结抗疫，爱靠你甲我。真侪民众踊跃的私信，互伊看到台湾人的团结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。最新新闻，蔡文东甲观察用报道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汪正良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有人问我，安尼到底要安怎？虽然严重，但是大家唔通恐慌，拜托大家做好三件代志。无必要的时阵，请大家迈出门，挂嘴罩，甲洗手，做好这三件代志，真重要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士大，按照政府的指示，大家团结对抗病毒，唔免惊。拜托大家无必要的时阵，迈出门。挂嘴罩，甲洗手，感谢，多谢，努力。输棋可以重来，但人生的棋局不能重来。加入 AI 科技特色班，设计属于你的未来。在嘉义县永庆高中跟竹崎高中拥有专业的 AI 科技师资。软硬体设备以及大学资源，欢迎大家来报考 AI 科技特色班，无缝接轨世界酷科技。